好，再来是，因为我们可以先扩建了，先扩建好了，不然之后如果有东西要改的话，也不能那个。来，我今天直接海盗船啊，我不想跟你们那个，因为它扩充也要时间嘛。然后你可以去投卡片了。这升级几个船到底有没有降啊？哎，所以进化之后可以有更多的钱，这样，等于是它的上限。而且你看，我们现在在赚钱，在跳钱很快，你看，这就跳好，好很快就几点几，这边其实也可以再盖呀，你是不是盖错地方了？这什么？不错哎，这个手游可以这样搞。有前途哦。就可以让他们坐在这边。不过我觉得这些有个缺点，就是他目前是不是没有所谓的移动啊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还讲什么移动？好期待哦！